我叫萧炎，是这个大陆上最后一个飞尘。小薰儿上场。现在还有资格让你这么叫？小云哥哥，你曾经对薰儿说过，要能放下，才能拿起，提放自如，便是自在人。我们回去吧。嗯。夏言哥哥，喝水。瞧瞧嘿，废物倒是挺努力呀。别听他们的，夏言哥哥，你现在这么努力修炼，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会成为一流的斗者。可惜再怎么努力也是废物。哟，说你的废物，不服啊？是不是不服啊？啊？干嘛？问你是不是不服？小废物还敢动手？斗之气稀薄的像个小孩一样，还要女的护着你？哪儿啊？什么意思？干嘛呀？老爷，纸箱白片五钱。啊，好。又打架了？打了。爹，你抄我怒视狂刚功法，我要打败他们。你不是那块料，我可以没日没夜的练，我比他们都要努力。就算我退步，我也不会像你一样，自己废了斗气，躲在这里看账本。尺子，好你的嘴，自己打。跟我来，走走走。开始。
二上场。小心。萧家的萧宁对战加里奥，加油！萧家子弟想要晋级，本轮还有最后一次机会，萧家有没有应战的？萧家还有没有应战的？爹，让我试一下吧。送你的水，捣什么乱？你让我试一下吧。这个时候你就别，你听见没有？也许打不过，但至少要让他们知道，萧家按比赛流程打完了全场，不会轻易认输。萧家还有没有应战的？萧家弟子萧炎应战。上去吧，可不是吗？他好久没有练过功了。族长，咱能不丢这个人吗？像你这样才丢人。听说这小子已经荒废七年了，跑到药铺里铡草去了。萧家为了充数，送个人肉布袋给你打，有什么可怕的？连胜，萧炎哥哥真棒！学院排名赛，只要打进前十五名的子弟，均可获得进入迦南学院学习的资格。下一场，萧炎对纳兰嫣然。族长，纳兰嫣然是云岚宗的内院弟子，据说已经晋升为斗者，斗气星级最高。这不明摆着是不想让我们萧家人赢吗？族长，这纳兰杰一定是在搞鬼呀！先前在订婚宴上就羞辱我们萧家，现在这分明是让萧炎去送死嘛！
你打不赢他。纳兰嫣然，订婚宴那天要不是我不在，也轮不到你欺负萧炎哥哥。这是我跟萧炎的事，这一场该我跟萧炎打。规则上说了，进了前十五名就可以进迦南学院。我也姓萧，我也想进迦南学院，我为什么不能上来？装好人了，萧家不会领你的情的。嫣然，别忘了你自己是谁。萧炎哥哥，萧老师，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吧？萧炎，来来，少爷。大笨蛋，你替我扛什么？没事的，萱儿，我要疗伤，你帮我护法。嗯。下一场，云岚宗云镇对萧家萧可。排名赛开始，云岚宗云镇对阵萧家子弟。萧家还有没有人了？萧家还有没有人了？哎，萧炎，通过自我疗伤，什么事儿都没有了，而且斗之气还这么高。云镇是我云岚宗的五星斗者，他绝不可能输给这个斗之气只有三段的小子。此次结果，我看有误。除非有一种可能，就是用了违禁的药物。你的斗气突增，绝非常态。你告诉我们，你是不是私底下用了什么禁药了？测他的斗气，就知道了。测他的斗气，测斗气，测斗气。
好，去把他停下来。啊？去吧，可以的。只要你相信他会停下来，他就会停下来。斗气，不要跟他对抗，把自己想象成一块石头，是一块在地底下沉睡了千年的石头。这块石头现在需要洗个澡。起来了，起来了！林轩阳、虎家、薰儿，林轩阳，林轩阳，林轩阳，他平时睡觉不沉，什么情况？林轩阳，林轩阳，他身体怎么那么烫？发烧了。这几天大家都太累了。哎，我可以了，别丢下我。消炎能消炎呢，我去看看。萧炎哥哥，萧炎哥哥，萧炎哥哥，还有一个时辰就要开打了。萧炎哥哥不开门啊！啊？怎么办呀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萧炎哥哥，萧炎哥哥，他斗气很平稳啊，怎么就不醒呢？这下完了，主力都瘫痪了，他这练的什么功啊？林秀雅估计也不行了。我有个办法，把萧炎哥哥抬过去。啊？为什么呀？他说他能参加，那就一定能参加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想想啊，林修雅不在，我们四打五还有胜算。万一萧炎不出战，我又是个废柴，我们还是弃权吧。哎，说什么？说什么脏话呀？抬！Thank you.
是啊，看来是个大招，这一会儿一眨，还晕还行。像是笑话，就把咱们给笑话死了。这万一要是他醒了，他没在擂台上也没办法比赛啊。那给他抬上来也不能放第一个呀。那我们就变阵，把他放到昊天的位置，我打头阵，你第二个，昊天殿后。这万一要是他醒了，还能帮把手；要是醒不过来，放在后面也没事儿。行。兄弟们早啊。萧帮主，萧帮主，萧帮主怎么了？哼，吓晕了是不是？是。他在练功。现在练功，来得及吗？我大老远看着他们。抬着尊佛爷上来，萧帮主倒是有模有样啊！哎呀，你萧爷，怎么就你们四个人啊？他到底怎么了？还打不打了？他会醒的。要是一会儿他醒不了，你们可就是三个打五个了。你们确定不换人？我再说一遍学院约战的原则：刀剑无眼，拳脚无情。若是在比赛中出现有重伤或是导致他人死亡的迹象，我会出手相救。除此之外，裁判一律不会干涉。好，我检查一下你们的武器。昊天，你的武器呢？啊，这就是啊。攻防兼备，
接住！
这个是紫云翼，真的？嗯，不过翅膀受损严重，大概是飞不起来了。啊，唉，真是可惜了。果然还是没法用了。未必，这骨骼温度尚存，而且还有灵力。我猜生前是一只吞噬过异火的魔兽，如果你想用它，就要受大罪。受什么罪？我呢？ 想办法把它种到你身体，再用你的鲜血来滋养它，等它吸呀吸呀吸呀吸，吸饱了之后，有一天叭的长出来。简单来说，就跟种花一样。行，那还等什么？赶紧种吧。好，我把它焚化了，慢慢给你种。现在呢，先传你焚诀。 焚诀，千年流传，是我们星陨阁从不示人的宝物。
常人呢只能吞噬一种异魂，但有焚诀辅助，你就可以吸收各种异魂。异火越多，焚诀需要的等级就越高。你也知道，吸收异火要承受巨大的痛苦，而修炼焚诀，你更要承受好几倍这种痛苦。它会把你细胞里的所有杂质燃烧殆尽，你会感觉到经脉爆裂，皮开肉绽，这种痛楚会遍布你身体的每一个角落。这还只是开端，怎么样，还有勇气练吗？还有什么过不去的赶紧交代，有一天我出去了我给你办。大佬，我还是担心一件事，我要是吞了古灵冷火，会不会有人发现你？你是寒风吧？放心，就算他找到我也不会放过你，反而你有古灵冷火，他会更加忌惮。大幕拉开，各唱各的戏，无需担心。练吧。好一个大幕拉开，各唱各的戏。药老，请传授我吧。醒了，你在焚天炼气塔用斗气和烈焰抗衡，体力透支晕倒了，是萧薰儿发现你，把你送到这里来的。躺着别动，这些花草都有治愈的功效。我不知道你练的什么功法，你身上的经脉已经断了十之七八，居然还活着，这已然是个奇迹。不过我担心你入了歧途，有一句话我要送给你。张老，您说。火是这个世界上最纯净的东西，灰烬并不代表消亡，而是新生命的开始。拿着这个树枝，什么时候它在你心中开满了花，你的功法也就算是练成了。这个是藤山长老给我的。嗯，他懂我的意思。我不懂。他的意思是告诉你，火焰的力量是生生不息，给予温暖，光明照耀。这个就是生的力量，而不是毁灭的力量。这个就是正邪之间的分界。Thank you.
焚绝藏，抑火荒；焚绝县，天下战；焚绝废，斗者烧；焚绝出，邪道诛。焚绝藏，抑火荒；焚绝县，天下战；焚绝废，斗者烧；焚绝出，邪道诛。修炼异火，会让你全身经脉重新熔炼，以达到可以容纳异火的水平。这个过程会异常痛苦，犹如凤凰自焚、涅槃重生。但只要能熬过去，你将会脱胎换骨。你从烈火中走来，说明你身体已经被净化过了。现在跪下吧，我传你古灵龙火。是。不要抗拒，把它当作你的鲜血，吸收到你的经脉里去。
了是吗？你现在看到的才是真正的我，一个活了一百年的人。一百年？那很久了。能死去的人才是最幸福的，因为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，而我却要带着一百年的回忆活下去。这种滋味，没人能懂。对了，我找到了可以把翅膀种在你身体里的方法。当年斗帝在创造坟诀的时候，在生和死之间开拓了一个空间，他让流离失所的人可以有一个地方寄居。你必须要从这里出去，古灵冷火和坟诀才能真正属于你。从这里出去？这件事我帮不了你。你如果从这里出不去的话，就会跟我一样永远困在这里。我已经把古灵冷火传给你了，接下来的日子我会沉睡一阵子，希望醒过来的时候你已经不在这儿了。药老，替他晕过去了，我以为你死了。我怎么会死呢？你是不知道你现在是什么样子，哪里像个活人啊？我只是有点冷。你身上一点热气都没有。睡，小燕哥哥，别睡。药老，药老，药老，快到了，怎么办？现在，他现在怎么样了？让他再休息一会儿吧。走，走吧。走了。轩儿，轩儿哥哥，午时快到了。
这谁呀？今天不比了，行不行？哎，我说小薰啊，不比了，这可是萧炎先下的战术啊，我们都等着看呢。你说不比就不比了，那就改一天。今天萧炎生病了，若是白山赢了，也是胜之不武。你倒是有情有义啊，可是话已经放出去了，我不能先收回，不然别人以为白帮打退堂鼓了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。你们明知道萧炎要赶上你的实力要两年的时间，你这是以大欺小。那你让萧炎把战书收回吧。好，白山。那我也明明白白地告诉你，今天萧炎有什么闪失，我们斗气场上见。我萧薰儿敢说这样的话，就有这样的实力。哟，这谁呀？有点意思啊，愿接战术。走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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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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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不行？各个并走开吧。没事的，师傅，他伤不了，放心吧。平。萧炎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病了？要不今天取消吧，等病好了再说。不用了。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古怪？身上一点热气都没有，是不是练功练伤了？来，我没事的。倒地不起者为输，倒地之后不可恶意伤人，废人斗气。白山，规矩你都知道，要是破坏了这规矩就别怪我出手。好啊。
输了。萧炎，你凭两个怪翅膀跟我打，胜之不武。有本事，我们凭双手打呀！
狼疾风。一会儿是萧家的斗技，一会儿又是星陨阁的斗技，不成体统。你是谁？肖战那小子留书给我，说你是萧家最后一个有天赋的子弟。我看你这乱七八糟的功法，真是让人失望了。你想学什么，我来教你。不过，我要先把你身上星陨阁的功法废掉，好让你一心一意的学本门功法。哎，别啊，老祖宗，大不了以后我不用就是了。其他没有用的功法，以后不要练了。我让你看看什么叫怒视狂刚。看清楚没有？没有。这么简单都不会？哎呀，老祖宗，您不能只出招不教我呀，您还是得把窍门告诉我的。狮子是斗气凝化所成，你往外送气的时候要做到收放自如。狮子的形就是斗气的意，形意要合一，仅使用刚猛之力是不行的。是，我先去看看书。您这袖子一卷是什么斗技啊？萧家的流云十三式，想学吗？您等等，我再去看看书。老祖宗，您在做什么呀？我在给你打张床。我来帮你。不用了。其实不用这么麻烦的，我睡地上也行。一睡六十年，地上很潮的，对身体不好。睡六十年？对呀，我们说好的呀，你打不过我，就要在这儿陪我。我看你这个样子，多半是出不去了。到时候我分你一颗丹药，六十年后，咱们一起醒，接着学，接着练。你什么时候能打得过我，什么时候出去。您是在说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你去那儿看看都多少天了？已经。
经十五天了，已经十五天了。不行啊，老祖宗，您都已经修炼了近千年了，我才十几岁，您这就是欺负小孩。孩子，你爹说的没错，你的底子确实不错。不过要求你在三十天内打过我，确实有点难为你了。所以啊，咱们不着急出去啊，你在这陪我睡一个甲子两个甲子的，说不定就能打过我了。这床差不多了，你要不要去试一试？不行的，不行的，老祖宗，我不能留在这陪您睡，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做。萧家现在也很危险，我必须得出去。怎么危险了？你说给我听听。据说我命生现在已经冲破了封印，即将进攻斗气大陆。萧家作为五族之一，首当其冲。我如果睡一甲子再出去，萧家说不定到时候都已经没有萧家了。没了就没了，你不是还在吗？你在，萧家就在。不行，那我的家人，我的朋友呢？我必须得出去。老祖宗，您就别留我了。就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就算出去了，你能救得了他们吗？孩子，只有活到我这个岁数，才能明白，人世只不过是匆匆一瞥，谁家兴旺，谁家败落，那只不过是沧海中的一阵波澜。你知道大海是什么吗？海是你的本事，你的斗技。你把斗技阁里的斗技都学会了，你成为斗圣斗帝，那你就是天下第一。到那个时候，你想让谁家兴旺就兴旺，你想让谁家败落就败落，岂不是比现在痛快？年轻人，目光要放远一点。你要我做天下第一？你还年轻，你要继承我的衣钵，把萧家的斗技发扬光大。三花聚顶，五星朝天。斗气从丹田出境，背后脊椎过十三重楼，入后脑过反顶穴，经闻香穴，入咽喉过气海，再入丹田。睡吧。在你老祖宗面前用魂殿的斗气，你不怕我打死你？你还敢笑？你以为你用那些炫人耳目的邪术会很高明吗？呸！不高明也逼退了你一步。我现在算是想明白了，我真是太傻了。自从我进了这个斗气阁，
我就被那些斗鸡所困住了，那些东西虽然是好，但又有什么用呢？你敢说我们萧家斗鸡没有用？对敌之事，想用什么就用什么，什么合适用什么，何必分你的斗鸡我的斗鸡？斗鸡本就是天下公器，门派之间正邪之分，不过是人们一厢情愿编出来的罢了。 你什么意思？我不会成为一个斗鸡阁里的活死人，我更不会被这些东西所阻碍。现在，我可以打败你。紫金翼狮王兽火，不错，此火来自高阶魔兽，生性霸道，且极具毁灭性。 不过，此火对我没有用，你还要其他的招吗？这简直不可思议！你竟然有在日月同辉之时，在极寒与极阴之地出现的古灵冷火，兽火难得，异火更难得。 你能收复这两种极其罕见的火，说明你天赋异禀。我们萧家后继有人了。住手！这两种火生性排斥，犹如粟米一般极不相容，合在一起会爆炸的。 三火相融，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这怎么可能呢？
老子，这次你终于没有让我失望。你要是有我这个功力，再扔出第二个莲花，我看就算魂灭生在你面前，他也会狼狈逃脱的。恕我无礼了，老祖宗，我根本弄不出第二个，这第一个火莲就已经耗尽了我全身所有的斗气了。是啊，你的斗气。 没有达到斗皇的地步，想扔出第二个也难。不过仅此一个，足以惊世骇俗，惊天动地。哼哼，你是从哪儿学的？是我自创的。在我得到异火之后，我有试着玩过。我将古灵冷火和兽火融合到一块，扔出去让它爆炸，威力巨大。不过，今天这三火相融。 我也是第一次。嗯，我刚才看你的样子，就好像换了一个人，就像一尊佛像，盘坐于青莲之上，神圣而不可亵渎。你给它起名字没有？叫佛怒火莲。佛怒火莲，天下至尊至大的。 莫过于佛祖，至刚至阳的，莫过于异火。传说佛祖一怒，洗清天地，所以我才起这个名。了不起，这一招担得起这个名字。多谢老祖宗。今天刚好是第30天。 这次，哼，算你赢了。我要谢谢你，年轻人都能想明白的道理，我千百年来却没有想清楚。我在像你这么大的时候，就已经到了斗皇的境界，是天下公认的天才。 这个斗技阁里所有的东西，都是我耗尽毕生的心血收集来的。我当时的梦想，就是练遍天下所有的功法斗技，成为天下第一的斗者。这种执念，我到今天都没有放下，以至于惊魂不散，争分夺秒。倒是你说的对啊。 何必做一个斗技阁里的活死人呢？是我自己吃了。别啊，老祖宗，是我胡言乱语的，您不要。<笑>读书有书呆子，练武有武呆子。我也是刚刚明白呀。张嘴。啊。 这什么药？该不会是……别担心，我说过你赢了，就不会留你。这是天下只有两颗的九品丹药，我亦可你亦可。关键时刻，能还魂续命。还魂续命？哼，就是你可以死两次。 60年后，记得来看我，跟我讲讲外面那些事情。是，老祖宗，60年后，萧炎一定来看你，到时候咱们好好的打一场。多。
多谢老祖宗恩典。